Cover me. 剪。二级的被打三分之一。我有升级吧？我记得我有升这个技能，看一下。哎、欸，我没升级啊、喔，好像把点数花在别的地方上面了。我想说要不要来升一下？可以升啊。哎、欸，哦，可以啊。伤害加一，大幅提升，升一下好了。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用哎、欸，有无敌状态。Be ready. Nightmare. 好好好直播、哦。哎呦喂！哎呦哎呦喂！走开！走开！小淘气，一打三个。回勾回勾 ，Show me more focus。下次专心一点，不要只会讲屁话。爆炸狂魔，不知道他们可以把那种爆炸狂魔抓起来，拿来丢在敌人身上啊？应该会更轻松一点吧。闪嘞、欸！我靠！我靠！怎么那么多？怎么那么多？拜！还好，越来越强了。好家在啊！阿特罗斯在前面打就好了，可是敌人有时候会转仇恨啊，不是只有阿特罗斯会吸啊，你在旁边打有没有？其他的敌人也会突然转向打你啊，对啊，并不是所有的仇恨值都是在阿特罗斯身上啊，你打久了，那些敌人看到你不爽，还是会围殴你啊，他们会转移目标，你知道吗？这干嘛的？先打 sub 那个，先打 support 啊！那 support 旁边这边撸，快点先杀了他再说啊！克里多是被围死了吗？他不是死了？只要有经费，只要作者想要，都能起死回生。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刚好笑啊！我想要你死，你就得死；我想要你活，你就会活下来。No, give me a moment. Not yet. 这只能撸一边，这边黑色一条先打掉。哦，有，哦，他并不是一次全部都要结束掉啦，原来如此，那这样就好办事啦。他是根据这个巨根哦，啊，就是根据这个三握两指半的这个尺寸哦，去看你要先打哪一条。好，这条可以先解决掉。哎哎哎，怎么会这样？我的斧头掉好深哦，这两条不对吗？
没关系，我们先解决这一条。剩最后一条了，最后一条可能是直接贯穿吧。啊！结束。啊！你爸就是这么聪明啊！你爸很厉害，你爸是神。有没有觉得你爸很强啊？Think we're supposed to be in here. Quiet. 感觉好像要来到盖亚的心脏哦，可是盖亚死很久了。盖亚的心脏。Stay alert and by my side. 保持警觉，跟紧我。Hey, when we make it to the light, how do you think we get it into the Bifrost? The witch said to step into it.踏进那道光。When she was ripped away from this realm, 巨人族长怎样啊？ You were more concerned with her safety than our. 就是拿那个很大的一个，哎，干你老师，吓死人了。Quiet, I have him. Your knife boy. 擦。Yes. 恐怖游戏，绝对是恐怖游戏，绝对是。Not stray from me, boy. You don't gotta tell me. 巨人族就是那个扛着一个很大巨石的那个、啊，那就巨人族吧。Oh, so sticky. Inanuna, Inanuna, 又来一个。哇，打起来喽！啊！对，还没出现巨人组啊，所以说那个不是啊。那逃跑了、欸，讨救兵。所以说我们在打那个长牛角的那个不是巨人组啊，我以为那个是呢。缺毁巢穴并取得世界之光，交给我，交给我，行。打巨石的是三怪，哦、啊、对哈，那个是三怪啊。为了光，这算四代啊？严格来讲，这算四代啊。要擦啦，快跑哦！呜 ！Here they come. Stay behind me. Protect our flank.开打，开打！一 K 呀，别 K 一 K 啊，别物件啊！一 K 呀！一 K 呀！一 K 呀！Shorten the time between your volleys. There are many targets. You will not miss. A narrow path negates superior numbers. Stay focused. 侵入，侵入，侵入。也太多人了吧。哇哦！帮忙射啊，儿子！这里，这里，这里！毁了你，开无双啊！呜！逃！快逃啊！哇哦 ！Are you injured? I'm fine. 大成功，快点跳进去吧！ Wow, it's beautiful. 我们要转身了，方舟生存进化，好像哦。
欢迎来到战神生存进化。啊，我们已经打赢了监视者，是这样吗？该笑死！他在唱歌。谁啊？还是讲他是那个女巫吗？哦。被烫伤了。原来是精灵王啊！我们要获得精灵之力了。Stay here. But I want to. Stay here. 通灵王大战即将结束。We use it as a last resort. 哦，我要把武器交给我儿子。You're giving me your axe. I'm letting you hold my axe.It's not a gift. 不是送你的。Still. Oh, 呦，修修，一气呵成。哦。啊。哎，如果不按会怎样？再一次。哎呦。哦，去了！我被吸进来了，我被吸进来了。What is this？ 这是里世界。哎，我老婆的骨灰，你错过了很多，对不对？严格来讲，算错过了蛮多的吧。一定要回来。Atreus， alone with him， 和他在一起。那好像回到原本那个时候，所有那个老婆还在的时候，从不在我身边。什么意思啊？永远都不要我。他在嫌弃克雷多斯，屁孩的心里话吗？要结束了，没有啦，没那么快啦。I don't know him, and he doesn't know me. 不了解他，他不了解我，看来一点也不想了解。I'm not what he thinks I am. I know better.He doesn't talk to me. Doesn't teach me. 也不教我。Do you hear me? Him, not you. 是他，不是你。该不会是在讲儿子心里话吧？老爸该死，该死的是老爸，不是你，不是妈妈该死。哎，雨哎，嘿嘿，有没有今晚要加菜啊？这边有哎，有没有肚子饿了？吃一下，坦克不爽了，真的。好，我们那个对坦克要好一点啊，不然以后不出团他不带了，我们就吃死了。好，我们要善待一下我们的坦克，以后出团没有坦不用玩了，真的。坦克一个不爽，今天不出啦，啊，或者是说不跟你组了，你什么装备都没有了。Except.I don't mean that. You know I love him. I just wish he was better. 我只希望他对我更好。I know he can. So if he tries, I'll try. But if he doesn't, please come back. I know you're out there somewhere. 啊。就是这时候他的祈祷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祈祷。因为走路好慢哦。老婆 ，Wait, come back! No, no!
What have you done? Why did you do that? I saved you! You were trapped in there! I waited, but you wouldn't come out! So I pulled you out! Boy! I was gone only... 我只进去。哇，这咒语怎么回事？哇，进去。Moments. 他的意。No! You've been gone a long, long time! 哇，他一个人杀那么多人啊。I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left me here! Again! Why don't you care? 他只是进去一分钟而已，就他就杀了这么多人了。对我们来讲，这边可能是一世纪，有没有？一分钟等于外面世界的一世纪。I hope you got what you needed. 哇，这个时间运算不一样哦。Yes. 里面的一分钟是外面的十年。Look. 超级神坦，有没有？ But there's no light to make a bridge.你看这个坦克多屌啊，一堆尸体。可是他儿子没长大、哦、搞不好儿子原本的形体就是这样子啊。哇，我儿子好强哦、欸、我的斧头、欸、不能捡了、哦、为什么？哎呀，你好 Boy, Boy, you a bow.Hold it out. 上魔法。噔！你已经取得了光剑，用光剑射下其实结晶，让结晶变成一座桥。哦，蓝色的就代表是光剑。沙哈之弓。Loose your arrow into the stone. 碎了。We can now make our way back. Yeah, 可以回去了。哎呀，斧头不拿回来是怎样？斧头就这样不想拿了，是不是？不想拿斧头也不是这样吧？好，回来了。如果不拿，不知道会怎样哦。There's a light crystal ahead, just laying there.Maybe it'll help us get out of this stupid place. 那个应该就是恢复我们魔力的东西吧？我一直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鬼啊？超级之好奇。嗯？哦，装在上面了，是这个功用吗？哇塞！我现在终于恍然大悟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凸出来了，是不是凹下去了？原来是哪里搞这个东西啊？我要捡宝箱啊！我可以再把它拔下来吗？可以欸，传送门，飞好像跟奥丁是兄妹，真的假的？所以说我跟奥丁的妹妹搞在一起，难怪奥丁不爽。天上一日，人间一千年，好恐怖哦！再让我想到，哎、欸，我是不是搞错什么？哦，没有，这让我想到以前好像看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那个香港那边的，好像是谁啊？忘记是谁了，菩萨还是什么？只是走过去又走回来，已经过了一年了。然后就问说：“悟空他们取到西经了没？”然后他又走过去，又走回来，又再问一次：“悟空取到西经了没？”好，又过了一年了，超级快，神快！好，我们可以把这拔掉了。我觉得全部都先暂时装一下这个减伤的好了，我们会更舒服一点。好像扛瓦斯的工人哦，有人要送瓦，有人需要瓦斯吗？送瓦斯来了。
怎么是这样接？不是接对面哦。好，那我应该从这边走啊，没错。这样之前没办法走的路都可以走了、欸，好棒哦、喔！打，失败。有，结束。箱子。从头到尾都叫 boy， 没有叫过上是亲生的吗？搞不好不是亲生的呢。他好像真的没有叫他儿子的那个发音呢。有可能不是亲生的。来去觅食，我觉得记录档可以不用删减，想看原汁原味。如果你们要看原汁原味的话，我也是会把完整记录档放上来啦。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先剪一剪会比较好，因为毕竟有些地方卡关然后干嘛的，就不太适合就是放上来，浪费大家时间也不是很好啊。我是觉得会浪费大家时间的、啊。这边可以爬上去哦。就说到底要走哪一条才好啊？啪！躲嘞！会怕是不是？我脚飞高高！去啊！去啊！去啊！去了，哎、欸，这么准，这么准不优哦。大马西亚，没体力了，突然。按错键了。劈了你！这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嘛，对不对？然后这里的话怎么做才好呢？往这边。喂，为什么失败了？有，终于啊！Let us make our way back up. Way back. 怎么投屏啊？直播？什么叫投屏？奎爷跟那孩子坦白一切了吗？应该还没吧。桥这样子接的，然后我们往这边爬，合理。看直播帮老头解谜，看原味体会老头的苦恼。对啊，到时候完整记录档也是会放出来啦，好不好？让你们选择。七七，升七七，
难丢、喔。终结技！哦哦哦哦哦，痛！感觉痛。光剑升级，好，魔法战斗多出了这两样了。光剑可以使敌人增加更多的昏迷，光剑可以提升对敌人的削弱效果。哦，两种哎、欸，昏迷好了。两个都升好了啦，两个都升，没有不好。然后这个好像进不去了，叶问呢？为什么我有叶问？你还是没老婆？哎，我回来了，咏春叶问。哎、欸，箱子啊，有敌人，巴巴喽，巴巴喽，哇，血这么少哦，这家伙，哎呀，哎呀，那，啊，听他的声音有没有？远处传来的哀嚎。巴巴喽，要学叶问的精神。哎、欸，新技能，外遇重击，外遇。老婆，你听我说，老婆，你听我说，老婆使用重击，所以叫做外遇重击。我可以理解这技能的意思是什么了。我懂。当你发动的时候，克雷多斯就会幻想着。他在外遇的时候被飞看见，被他老婆看见，然后承受那个重击的伤害，有没有？来反制到敌人身上。我懂，神圣彗星反射。哇，这个也蛮帅的啊。CD 多久？29。啊，可是他是轻攻击耶，他上面写重击，但是他明明是轻攻击。我还是比较喜欢白熊冲锋。你老婆，你没老婆，所以外遇重击没用，真的超烂。啊，没有啦，其实是说不想用而已啊。今天打算玩完吗？应该不太可能玩完哦。这个故事关据说蛮大的哦。一周目我通常都会玩比较久，是因为我要细心的体验一下周遭啊。哎、欸，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嗯？啊，在上面啊！原来如此，怎么回事？打下来，倒在这里。咏春夜问，外遇重击好像没无敌哦。我不知道哎、欸，他说没有啊，应该是这样讲啊，他没有说无敌时间，就代表是没有。对啊，你看像这个技能，白熊这边都会讲说前冲时不会受到伤害。如果这些叙述没有提及到的话，应该就是没有无敌时间啦。白熊是首选。没反应。我觉得这应该是拿来射这个了吧？好，文字出现了。Here, boy. 你给我翻译翻译。一斧超人。哇，这么快就把它抄下来了。光的灵魂盒，光是灵魂盒。老头，你刚打下来的那个位置进去就可以放蓝水晶的地方了。哪里？
你说哪里？还是已经过了？你儿子在你后面摆臭脸啊？他一直都很臭脸，他一直不爽我啊。他觉得该死掉的是我，不是他妈妈。哦，你已经放在上面了，好，了解，了解。Oh look, the blue door that's not a door. And a sand bowl. 好一盆沙。How do you expect me to reach it? 这里啊，这还用问吗？那是这里啊。我要回复速度好快啊！我大概能知道怎么过了。多年来的判断，把这拔下来。送瓦斯喽！爱妈妈不爱爸爸，你们这边有没有人爱妈妈不爱爸爸的 ？You gonna carry that everywhere? I just might.欸、你看他真的对儿子完全没有那个亲情的感觉，好冷淡，怎么会这么的冷淡呢？等一下哦，这是瓦斯工人的人生，所以说我扛来要干嘛？没有地方让我们放啊！哦，有啦，在这里。我有比较爱妈妈，可能爸爸的身份都是属于比较严，就那种讲怎么讲庄严的那种感觉吧。像我老爸也是啊，我老爸也是很蛮庄严的，别人的感觉不易亲近啊。但是也不见得啦，有些人老爸特别活泼啊，像我就遇过我的朋友，他老爸超会开玩笑的，还会讲说什么“你怎么每次都来找我儿子啊？你是不是喜欢我儿子啊？”看每次找你儿子就是喜欢你儿子啊？怎样？我就是喜欢你儿子啊！就只有大笨蛋才会喜欢你儿子这么久，你这个大笨蛋！然后我就跟他儿子在一起了，可以可以可以，神作，理你一下，理你什么？干嘛这么想被理啊？你吃饱太闲吗？快去写作业啊！诱拐孩童，我哪里诱拐孩童？诱拐孩童。他儿子跟我差不多年龄，好不好？在那边诱拐，他跟我是高中同学，哪里诱拐了？明明就是两情相悦啊，不是啦，啊，明明就是被误会，被误会好吗？啊，我终于知道这里怎么过了，用这个角度来把这边给打通，下面一点，吸不吸？这边一个，然后里面一个，上面会不会有啊？哪里？还缺一个。第一次看直播，安安你好，欢迎欢迎。奎爷把孩子管得很严，真的。你不严格，孩子不会长大。但是我觉得拿捏之分还是要做好吧。哎、欸，这边一个啊，了解。首先呢，这边敲一下，太早晃掉了。哇！哦，我对错孔了，是不是？太慢了，太慢了。不行，还是说先打这里？我们先打这里好了。干，太慢，太慢，太慢！
有吗？过了吗？ Maybe instead of looting his sacred temple, 差一点。We could just get out of here. If I want your opinion, boy, I will ask for it. 海上基佬协会，这种箱子好像有一种规律。你看它上面的符号，左侧中好像会对应着左边的符号。其实不用跟它的规律走吧，你只要都打掉就好啦，不是这样吗？就，哇哦，奶头是黑色的、欸，嘿嘿嘿。你站在箱子那边，笼子看可不可以瞄到第三个啊？这边吗？这里吗？太远了。干，还真的嘞，挥错了。好吧，还真的挥得到，算你行。我刚刚怎么办到的？再一次啊！没中。对。干，来不及，来不及。笼子里面。这样子，哦，可是这样子的话，这边就打不到了，这边挥不到啊，这里不行，所以说比较实际一点的，我觉得应该就这里吧。里面的话，右侧挥不到啊。这里先解决，我再走进去。结束。Oh yeah！ 来一个垃圾？不会啦，你看，很棒欸，这个增加血量最上限，这种都是增加血量最上限的东西。哎呀，绝对不会是垃圾啦，你放心。结束了。嗯，你来这边可以往下跳。有青蛙的声音，该不会又是奥丁的监视者吧？欸，所以说我们到底来这边目的是什么啊？就只是为了开这扇门？What does this mean? 哦，就要读这个种子。Remember the shape. Yeah, I know. 记住形状。我怎么感觉好像全程都在利用他儿子啊？我儿子真好用，能坦又能解读这里的文字。哈啊啊啊！你是被我利用了，很爽这样子。把这个放在这里吧，我猜。战神笨笨，因为没办法啊，他只懂希腊的东西啊，北欧对他来讲一窍不通啊，这很正常啊。儿子是用来利用的，搞不好是吧？你不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他的帮忙才能进行吗？你看，现在要叫儿子去读那些北欧的文字，他到底去了没啊？他在哪里？啊，他没有去啊！是要我把他带上去是不是？哦，在这里啊，把他抛上去。啃少族的老头，啃少族。你玩神魔之塔吗？没有欸。Go ahead.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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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t's it. Stupid rail.儿子是最终的钥匙，然后又跟潘多拉有关系了，又是最终的钥匙啊，是吧？
为什么只会北欧？哇哇，光精灵，他完全不鸟我哎、欸。应该是这样讲啊，他是跟就你就把他想成他是北欧跟希腊的混种小孩，你应该就懂了。哦，混血儿，所以说只有他儿子懂，其实很正常的吧。牌组出好损，家的感觉。光精灵，光精灵回来了。我们阻止了暗精灵的计划，解放了雅尔夫海姆的世界之光。光精灵看起来挺和善，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至少没有试图杀了我们。父亲叫我自己不要乱猜想，但他又比我好到哪里去了吗？谁知道他进了光世界之后到底干嘛了？我还得自己一个人解决一群暗精灵。我不管他说什么，我很高兴我们出手干涉了。我觉得到时候一定会跟儿子大吵一架。I hate that guy. He will be back. 我们出手拯救了光精灵，暗精灵表示气扑扑，他们准备要来报仇了，是这样吗 ？We really gotta go back down here again. Do you see any other way? 要被来报仇啊！使用沙盆升降梯。The lift. 好，感觉没什么东西，用升降梯吧。这里还蛮美的，有没有？景色不错。如果这个是你家的话，如果你要找一间厕所，你应该会找到会哭出来吧？这么大一间，还是干脆在这水上拉就好了，对不对？这么大，哼，枪掉了，是不是来晚了？差不多，从山谷上拉下去，看谁被砸到谁倒霉。哎，这些门都开了哎、欸，他们死掉了。光精灵挂掉了，哇，这不能进去，没有宝箱。搞不好你儿子比你强，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哦。会不会结局是跟儿子打、啊？儿子不爽你这样子。哇！外面居然下雨了。我怕，所以我回来了。没有啦，我只想看这里而已。I know。因为有些地方好像还是需要这个东西造桥，对不对？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东西啊？因为我已经忘记哪边需要用到这个来造桥了。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好了，没有东西。儿子打爆斯巴达老爸，我也这么觉得、欸，他会这样把他敲爆，有没有？觉得方舟好好看，谢谢。搞不好儿子是北欧战神，也有这可能啊，没有不可能。这个我们到现在都还没解出来、欸。哎呦，吓死我了！又是你，弄死他！射，射。射他！射他！我躲嘞，去死了！去死了！
躲。射啦射啦射啦！我要死了。灰空Use your ears. Adapt. 这还是解不出来欸。老头终于把我们弄到高潮了。How are we supposed to get across without a crystal? We find a crystal. Crystal 啊，我知道了，要找到结晶，把它这个结晶塞进去，我们从下面过去，把它给打开，或许吧。Want to try using your eyes? There's a room just over there. Boy.直播到几点了？不知道。哇塞啊！终结技！吃饭了吗？有吃面包。这样算吃饭吗？老头，当心感冒。感谢，不会的，你放心，我是战神，战神是不会感冒的。战神，你有看过战神会感冒吗？想太多了。这边待会可能需要用什么东西启动吧？我顶顶，他小，哎，打得正顺呢，被秒掉，开始吸鼻涕了。因为打喷嚏啊，多少会有点过敏吧？我觉得应该是过敏。不过想说重打哦。How are we supposed to get across without a crystal? We find a crystal. 哦，不是这个吧？这边也没有哎、欸，因为我刚来过嘛，对不对？这里吗？欸，这我们刚回来的地方。Want to try using your eyes? There's a room just over there. Boy. 这我们刚来的地方。解不开的宝箱右侧通道。这边也，欸，没有，这边被宝箱挡住了。这游戏要怎么存档哦？就按选单之后按三角形，就出现了保存。可是其实它会自动存档啊，也不用太担心啦、啊、你看路载一大堆自动存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什么。既然你都问了，我顺便存一下好了。先闪啦 ，OK。我来了。这里我倒是没看过哎、欸。
水晶哦，看见了，在这里啊，难怪。我。挡。呜了！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哦呀！舒服。这游戏多少钱？1690。老头好吗？我很好。感觉阿特罗斯现在非常的恨我、欸。为什么你要这么讨厌我？老头很爽吗？还蛮爽的。看到一半东西掉下来，吓到。什么东西东西什么东西东西掉下来？你的手机掉下来吗？故意的。挥拳。以后就这样玩了，好不好？解决了、欸，好轻松哦。以后就赤手空拳了啦，不要拿什么武器了啦，一拳就把人打飞了。泰坦降临，很久没玩了、欸。我们一拳超了，那巴瑞就飞走了。老头在减肥吗？有基地最近少吃了。今天有吃比较少。为什么不让我减 ？bug， 我不知道哎、欸。那一招应该是反击盾啊，那一招是反击技，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弹那么远，我也觉得很莫名。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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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一次反击盾，踹死你！打我、啊！可恶，这那个反击用不到。再一次，再一次。哦，对啊，就这一招啊，下去了。这一招我把它点蛮高的、欸，这一招我有点啊，有没有？然后你要再升到最高的话，变成猛反，猛反是打地板啊。然后这一招我有学，这一招我觉得之后应该会很有用，可以反弹那个敌人的这个远程攻击，就跟以前早期克雷多斯的那个叫什么金羊毛差不多。真的有种感觉，以前残暴的奎爷比较猛啊，当然奎爷老了啊，这很正常的、啊，正常啦。老头几岁？有18岁啊。人家今年18。好，解谜时间，这要怎么解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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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显示的机会次数吗？哦，时间之内要完成，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再重开一次。哦，我懂了，我懂了。所以说，对应这个符，我们动作要快哦。有吗？怎么感觉都没有啊？啊，有一个啊了，来不及啊！这个要打反面，
就解开了一个。哎，不一样，随机。啊，那随机的、哦。而且它不能让你预先看里面有什么、欸，哎，奇怪，打反面错了吗？有啊，然后这正面看看，这会不会也要打反面啊？这个、啊、这个至少要打两下还三下。这边打两下，然后另外一边可能要打两下反面吧，一下，两下，哇，一次解两个哎、欸，我怎么办到的？来不及了。再一次。哦、啊，我知道了，它会有这么多面的原因也是让你挑一个你比较 OK 一点的啦，大概懂了。所以说我可以直接敲最前排的这一个敲完。这边一个，然后这边就解开了，然后这边再几个。有开吗？哦，那就代表我敲歪了。这边再敲一次，怎么又没啦、啊？回拉的时候撸到了、哦，回拉还会撸到一个，两个，随便。再来，再来，再来，这里，太棒了！哎呦，肩甲，哦，蛇皮耶，哦，符文加好高哦，很可惜，这都没有动哎，没有动不能塞。为什么都没有动呢？没有符文插槽，还是说他要靠升级才可以拿来那个符文插槽啊？解完了，解完了。老头住哪里啊、哦？台湾？干嘛？你要查水表我是不是？啪啪！好了，该解的谜题全部都解完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摆在下头了吧？就是这里了。嗯，不过啊，这个板应该也是桥盖建立到对面吧？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这个啊。Boy, shoot. I know how it works. 对啊，我们还是没办法解这个啊，这个还是无解。哦，我懂了。这两个原来是在这个地方的啦，一个是在这个下盘。
成功，莫名其妙大成功，可以了。哦耶！他年轻时的武器呢？说来话长。老头最近在干嘛？你看我的直播跟看我的影片就知道我最近在干嘛啦。忙这款游戏啊。过了过了，走吧。这时候暗精灵该要跳出来了吧？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哦。这边都，这边该开的东西都开完了。安安你好，简简单单，就是这个。哎呦，干你老师！妈，吓死人了！恐怖游戏，恐怖游戏，原来是 BOSS。